早晨啊，咁多位，今日系5月22号星期一嘅早上啊。咁美股咧就重新喺即系泄密门之后咧，已经企稳咗啦。上证指数亦都企稳噶嘛。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咧，信誉光学就冇被纳入恒指，不过咧今日都仲可以叫做有轻微嘅反弹。科技股继续走弱，但系内房喺上个礼拜咧已经持续强势啊。咁啊，我预期啊，国企有机会带高恒指啊，呢一转继续睇25600点。